亲爱的工友朋友们，我到家了。看看，就这个村啊，就是我们小康村，这村漂亮不？哎呀，我的天！哎呀妈呀，这道又加宽了，这往前走走，看着漂亮不？那狼呢呀？拐个弯就到了。这个就是大门，咱们进院看看啊。哎呦我天哪，这家伙收拾真漂亮呀！我媳妇收拾的，哎呀，唱吧！看我媳妇今天都不知道我回来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漂亮吧啊！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耶、yeah! ！好了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我都冻啥样，他怎么还噎上了呢？哎呀！什么动物？这你们家猪跳圈了？哎呀妈呀！老四，回来咋不进屋呢？屋有人吗？大哥来了，这是那么高兴？我都看着了。进屋来。你说我回来，我都不应该回来。你说我回来干啥？你说你们在不？爹呢？哎呀，老四，啊，你说我干啥呢？小万呐，多心了吧？快进屋。小万，哎，呀，大哥呀，老四回来了。我兄弟回来了。哎，你啥时候来的？你这嗓子啊？啊不对，哎呀，不对，你啥时候回来的？啊？那什么？那个过上了，哎呀，我这叫刚过上，过吧，不应该回来呀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说就刚过上来，咱仨一起过来啊！来来来，你什么玩意儿？咱仨一起过吧，来吧来吧来吧，来坐。不是现在咱们农村变化这么大吗？三个人能在一起过，我跟你说，我适应不了。我说你现在一个过生日还三个人四个人，你就那样，咋的了？你说咋的了？老四，你干啥？你就咋的？这就多心了。啥呢，老四？大哥给我听着。你说咋的了？啊，我家你这是咋的？真急了还是跟我俩闹呢？你小样，你就一样装的。说你们，你像你媳妇过生日，我这来了，我赶上了就给人唱歌，完事就拉倒。你瞅那个样，还整像真事儿的，那小样嘛，从小嘛摔跤，一摔完了就急眼，就那个样，一点没改。你这么自然吗？现在啥玩意儿？啥呀，老四？少老汉，我说老四啊，你多余的说，大哥啥人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寻思我跟你闹笑话呢是吧？不是你咋回事啊？你这我就赵老汉啊，你给我站好了。是干啥跟赵老汉？你要再敢往前迈一步，你看，你看我，看我兜里那家伙事儿没？你说你，老四，我告诉你，你偷了乐吧，和谐社会把你给救了，我告诉你。你说这个场面。这老四他这一场面我干啥了你样子？你说你们把被子叠上啊？你看那干啥呀？我今儿不感冒了吗？我刚起来。那怎么俩枕头呢？那我不抱着睡着的吗？现在不抱东西都睡不着了。你说老四啊，你站出来，我给你叠上。你就是误会了。哎呀，哎呀，那你是叠过呀？是。啊，我搁家叠过，我搁这哪叠过？你干啥呀？你这人也这样呢？你大哥这个人不？行了，啥也别说了，别动他啊，哦，别把现场给我破坏了。
弟妹，你就这，我得回去了，我这是。回吧，大哥，啥事没有？小万啊，你原来呀、啊，我寻思我把这个录像机送给你，做生日礼物。我这一上火车，我就开始录，我还跟俺们工友吹呢。我说你嫂子长得可漂亮，是贤妻良母。我一看这情况不一样了，老师，你说你，工友朋友们，这个不是俺家，这个是别人媳妇儿，赶得太巧了，你嫂子没在家。那什么，有事咱们回去再唠吧啊。干啥呀？他这是弟妹。不，你干啥？啊？你整那破玩意儿，你瞎录啥呀你呀、啊？你说我录啥？你干啥你呀、啊？我把现场录下来，我做个证据。啥证据呀、啊？你咋这样的？哪样？你说你有点良心没？嗯。你打工出去这二年，你有良心？我在外头打工，你说你在家你？哎呀！你打工出去这二年，大哥是没少帮我忙过呀，黑天白天的。看看，说漏了，还没想帮我忙活呀？黑天白天的，白天行，黑天你跑这忙活什么玩意儿？哎啊，你看这，你看站着，咱冷静点。你站好，我站好。你先上那去，弟妹，你说我黑天啥时候来过呀？大哥，你来过。我，你说你这两口干啥玩意儿？一抬眼看，你看你那天你半夜来的，你哪忘了呢？我啥前半夜上这来呀？我是说那天我家猪不跑你家去了吗？半夜你给我送回来的，忘了 啊？那我没到屋啊，走了完了。嗯、啊，那谁兄弟，我给你解释解释，怎么回事呢？站着说吧。嗯，大哥不养猪吗？养猪呢，这养了100多头。弟妹看着养猪说挣钱，跟大哥说的他也养。完我说那行吧，我给你技术。嗯，完了跟我这抓一个猪羔子，抓猪羔子呢一点一点不就长大了吗？那猪啊就跟我们家猪啊混熟了，完了他可能是孤单是吧，嗯，完了半夜就跑我们家猪圈去，我一看这不你们家猪吗，完我呢就给猪就给送回来了，完我都没到屋是不是，是我听明白了，俺家猪孤单了啊，跑你家去了，对，完了你人孤单了撂这来了。我说老师，你说那话你怎么跟我跟猪他就不是一个性子的问题，这什么玩意儿，你别狠了。行了，我跟你说老四，咱们这些年了我啥也不说啊，你说啥有啥，我啥也不说，我有我的事，我心明白我是啥人得了，我得回去了，承认了哈，我承认啥站大哥，你那么的你要承认了呢，我也算你是个爷们。好，你坐着吧。干啥你？今天呢，我那什么，我采访采访你。坐那。你把这事给我交代明白。干嘛呀，你两口子？你说我这家还有事儿呢，你这干嘛呀？大哥，你说。我说啥呀？你有啥就说啥呗，咱俩咋回事？咋地了？咱俩咋地了？那你就说呗。我说完，我不怕伤你吗？就你啥也不用怕，大哥，有啥就说啥。别挤乌脚的，听着没？是不是穿木去了？要你把脸撞过去。来，你说大哥，你俩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站起来，我坐下。这个就得从蛋糕说起啊。事情发生在3天前。什么？3年前。3年前我在家呢，3年前这啥耳朵啊，我说3天前，你说人洗耳朵咋回事啊大哥，3天前。3天前嘛，咱俩也没见面啊，3天前。你两口让我你给我坐那嘎达好不好，我没问你，你说大哥。说大哥，3天前吧，我从乡里订着蛋糕，于是乎我就感觉到。别嘴了行吗，服谁呀、啊、你就说事儿就得了，活哪服。你让我说话不说。3天前从乡里订个蛋糕，因为什么订蛋糕呢？今天是我和我媳妇儿结婚30周年纪念日，也正好改革开放这30年，两口子合计富了，从穷到富应该有把纪念，所以说呢，我就给他订个蛋糕，想整把浪漫。
我就跟那小伙子说，我说你到小康屯村东头第一家，完事他就从西边过来了，就送你们家来了。完我就跟他要呢，你媳妇说那个啥过生日，过生日你说这是亲戚礼道的，我就不能拿走，就这么回事。大哥你不用憋，不就给我送的蛋糕吗？能咋的？你憋那有啥意思？你瞅把你累那样，你瞅瞅。不是哪边了，他就这个事儿啊。你不用怕。哎，不对，这蛋糕写我媳妇名了。你媳妇儿叫什么名？赵金芳。我媳妇儿姓啥？你媳妇儿姓万。你来，你过来自个看看来。这不注销万。啊，这点儿，这点儿你咋给吃了呢？吃。你这第一勺就把这点儿给吃了，来，这有印儿，你看看。爹，大哥，看你，是不是过两天好日子了啊？怎么的吧？你不想好了？你说怎么的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有事儿了。哎，你不能录吗？你录，大哥，你不用怕他。你干嘛？你慢离点。嗯，来来来，有事儿。干啥呀？有事儿了，来来来，你录吧，来，咱俩有事儿了。哎，这么弟妹，你这是咋了？哎呀，那啥心呢？哎，是你赢了，看见没？这都不背人了，我的！这咋的了？这是，老四，你摔坏了吧？咋的了，老四？别动！搁哪跌倒？搁哪爬起来？老样，你啥呀？这二年学的这是啥武术啊？揪！大哥，大哥，你别搁这看你街舞了，回家吧，回家去。你回去啊？啥事没有？我回。不是，不是，兄弟，哎，你这最好别跳这街舞，我接受不了。大哥，嗯，你别走了，我走。你们拿走啊你！干啥你？我给你们倒地！哎哎哎！好了，就是他送的蛋糕，今儿个就你能说明白。现在闹误会了，我都走不出去了。我怎么订的蛋糕？怎么还你跟着说说？对，快说说吧，孩子，咋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这是，来，蛋糕是你送的不？哎，你跟他说啊，是啊，不是。不是你说，哎，你说说你怎么了？这是到底怎么回事？说，你看你别跳舞行不行？把话说完，就你这舞蹈，谁看着还能说出话来呀？行，你先别激动啊！这你别激动，你听我说。你听他说，我怎么给他送的蛋糕？怎么回事？你行？干啥呢？你让他说，干啥呢？那是吗？我没有，你把脸转过去。我问你，蛋糕是你送的不？叔，你别激动，你先别跳街舞啊！你听我说，是他让我给他媳妇送的。这个是我媳妇。咱俩一家的。那他谁媳妇？你俩个人定呗。我就管送蛋糕，你说我你别整没用的，这事就得你定了。现在定不进来谁媳妇？这关我什么事儿啊？你说咱们什么时候定的？不是你说，我手拿下来。是三天，我得告诉你。干啥呢？啊，孩子让吓着了。我想起来说，你全说。三天前，啊，他给乡里订了一个蛋糕，嗯，让我给他送到村东头第一家，然后我就给他送到村西头第一家去了。我问你，那个蛋糕顶有没有字儿？有字儿，写的能记住不？祝小芳生活幸福，赵老杆。那叫赵老憨呢，还老杆呢？这是，这够老杆的呢。别憨了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什么玩意儿？你说难怪你什么事做，听明白吗，老四？整的啥事儿？你瞅你，对，当时我寻思，大哥他不是那种人，他不是那种人。你瞅你那样，这回听懂了吧？就这种事儿，我到屋里听弟妹放声，你说我就拿不走了。你还没在家，就大哥能是那个人吗？关键是主要你们场面整的太大了，那太长了，这都是你们家自己整的现场，你说我有啥关系？那行了，我走了啊，大哥。大哥啊，
你别点，你看你这蛋糕都让我吃了，多不好啊！你还管啥管了？花都用我酒了，大哥。没事，酒我有方法。你等吧，你们这不怎么现在我的蛋糕给你们了，我拿那个过。这不行，这个大哥，你我就当我给你买的。行，谢叔。那就行了，大哥啊。那我有点我有点对不起。没事。那您咋？大哥，我听明白了，今天是你，你跟我嫂子结婚30周年纪念日。纪念日正好我媳妇也过生日啊，那么咱四个一起过得了呗。